摄性是因，摄住啊是果，摄住是因，摄行是果，摄行是因，摄回向是果，摄回向是因呢，摄地是果，摄地是因呢，等觉是果，这就是厚厚因果介入初心啊，就说明这个意思。实际上每一个位次里头都有因果，从这个地方我们细心去体会观察，我们的起心动念，前一个念头是因呢，后个念头是果啊，后一个念头是因呢，下面一个念头又是果啊。你在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因果永远无间断的在转变啊，因变成果，果变成因。最后一个果推到前面，还是第一个念头的时候是因，那就是初心呐。这个道理很细，要很细心去观察。这一桩事情说明了初发心重要啊。发心善，后面的因果越来越善；发心不善呢，后面因果越来越不善。我们过去没有人教导我们呐，没有善知识啊，自己无知迷惑啊，起心动念自以为善，接受善知识的教诲熏陶，这才完全明了了妄习、身口意三业造作都不善啊，所以才招致现前的苦报啊！现前苦报我们有没有觉察到呢？没有，觉得现前日子不错啊！那我要问你，你现前有没有忧虑？有。有没有牵挂？有。有没有烦恼？有。好，你通通都有，这个果报不善呐！果然是善的果报，肯定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心地清净，身体清净，我们一般人讲健康快乐啊，长生智慧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达，没有不明了，这个才叫做善果啊，这个果报善呐！我们今天果报善在哪里？即使你在这个世界上，
有崇高的地位，有亿万的财富，你依旧不快乐。你有忧虑，你有恐怖。所以，凡夫真的就是凡夫，不觉。身在苦中不知苦，以苦作乐，明白人，圣贤人看在眼里，常常感叹着说：“可怜明者呀，可怜就是你在苦中不知苦啊。”你造作罪业，不晓得是造业。